小朋友大家好，现在时间是5:40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到了傍晚，蝴蝶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蝴蝶都睡在哪边呢？黄老师现在在头前溪旁边的新竹市开心农场，这里有一块没有人种的田，我们来看一看蝴蝶到了晚上都到哪里去了。现在黄老师要走到草丛里面去咯。你有没有注意到有蝴蝶的藏在草丛里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洪老师现在带大家走进去看看。你们有没有发现蝴蝶通通被洪老师吓出来了？这就是他们晚上住的地方。蝴蝶在晚上的时候都会大家一起聚集在草丛里面度过晚上。现在他们又停到花上面了，这些漂亮的黄色的花是茼蒿的花。